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便要做好硬碰硬的准备了。是，属下这就准备。你放心，这一次由我做你的棋子。成王为了一己私利陷害忠臣良将，婉宁为了所谓的权势纵容污吏贪腐，不管是天意还是人心都不会偏向他们。无论如何，我不会气你。你要小心了，余福在沈玉荣手里，那个人疯了，他要杀你。老头子，先送圣上去国公府。嗯，去。萧衡，去。这不是去送死吗？有弓箭吗？弓箭。那个人只教过我射箭。萧衡，你狂傲一世，战无不胜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拎紧把心，我数了三，跟着我一起松开你拉弦的手指，一二三。萧衡带着萧将军的龙武军杀回去，我等你回来。苏国公，嗯，你这府里有点破了，该翻新了。怎么忽然说这个？你自己慢慢想吧。我有一个心上人，嗯，就是我的眼前人。我这个院子要翻新。为什么要翻新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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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